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个豹子培训讲力 code 啊。今天又是来了大脸滑板，搞笑大脸滑板，就是说刷题也别刷得太痛苦，该乐呵也得乐呵一点，痛并快乐着，在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就像大鹏说的一样。好了，废话再不多说了，今天主要看一下那个今天啊，还是再说点废话啊，就是。赶快拿出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这样或者是豹子整个条形码，然后所有的微信的很多有意思的面试的消息跟一些最新的动态都会在这里面。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差不多了，练练手，那么你就找豹子培训，然后我们会给你做一个模拟面试，看看你到底现在怎么样啊。然后呢，今天咱们来说一道题，就是这么一道题，叫 Search in Rotated Sorted Array。然后呢，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给你一个本来一个排好序的这么一个数组，然后呢，它这道题呢，它 assume 就是没有重复的元素哈，我们就 assume 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假设，然后呢，你就是给它 rotate 一下，就是给它转一转，然后比如说你就往右面推它，推，像这个题它就是推，然后呢，就是把四五六七都推回来了，对不对？现在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呢，让这里面让你去找一个元素，对吧？然后如果能找到，那就 return 它的这个。坐标，然后呢，找不到，return 负一。那这个题呢，这个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题，那么我就直接说了。但是你在面试的时候，实在要是没见过这个题，那就是有点不应该的。如果没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说一个最差的那个解法，那么就是一个 O N 的 solution，对不对？就是扫一遍，反正是肯定能找到你。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正常的人，不是说正常的，正常有刷题训练的同学们，大家一看就觉得这肯定要二分来做。那么二分来做，正常的二分呢，就是排好序的，对不对？排好序了，你搞一个 left right，再搞一个 middle，对吧？然后比一比，走一走。那么这个题呢，恶心在哪呢？恶心在它就是 shift 了一下。那么你怎么对待这种情况呢？就比如说哈，其实这个你要现想，其实也是挺难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毕竟刷题嘛，想一想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找到一个点之后，因为它只 rotate 了一次，相当于只动弹了一次，那么就相当于是它这两边呢，肯定有一边是好的，就是没经过 rotate 的，就是它是按照顺序排序出来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那么就是说，就是你就用它最左边的元素跟它中间的元素比一下。就比如说你现在你拿到这个数组，现在是整个这么一个数组，对不对？你比一下四跟七，四比七要小于或者等于吧，就这么说吧。就比它小的话，那么就证明左边这边是好的，左边这边是好的呢。右面这边呢，可能是好，也可能是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就肯定是不好的，就相当于是你要知道它这个数，或者当你比如说现在的区间是这个区间的时候，比如说七零一二，当你现在知道它左面已经比中间，比如说现在这么算，中间是零，左面已经比中间要大了，那证明它肯定这面就是不好的，那么就是证明。左面肯定是不好的，右面呢肯定是好的。当你有一个不好的时候，右面肯定就是好的。当然了，你有一个好的时候，右面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说起来有点拗口，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题的中心思想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要做 binary search，对不对？你要保证这个 log n 的复杂度，你肯定要保证你搜索的这个区间是有序的，是一个正序。那么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有好的区间，比如说现在知道，这面是一个正序的话，那么我就是在这个好的区间里面去给你进行搜索。懂不懂这个意思？就是你每一次都要去找它这个好的这个区间，然后到不好的区间的话怎么办呢？那么你就是继续再做一下，但是你可以保证它反正是肯定有一个是好的区间，有一个是不好的区间，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是 log n 的一个复杂度。大概说完这个意思，我们就可以先写点代码，看看我说的刚才这个意思啊。意思是什么呢？首先不管什么题，上来都检查一下。那这怎么办？这就找不着了呗，什么都没有了呗。那我们呢，还得有一个这么一个二分的查找，我们管它叫做 search。然后呢，我们的有一个左边，有一个右边，然后再有一个咱们要找的这个数，对不对？就跟正常的二分查找一样，如果你左边一旦比右边大了，那就再也没有了。然后呢，一般都得弄出一个中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
为了保证防止溢出，这都是很无所谓的东西，我觉得。怎么弄来着？降压，对吧？二倍的，对，作价又除以二，然后呢？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二分了。那么你看哪一面到底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保证正常的那个顺序？那么你就是，你现在如果是左边比右边要小于等于吧，中间的那个数。那么你现在至少就知道，就是 left is OK，对吧？那么你就这面就是 right is OK。咱说的 OK 就是没有被 rotate 过，对吧？然后这是能保证这个顺序的这个顺序。那么在这个顺序这个顺序里面应该怎么弄呢？然后呢，左面是顺序，那么你有这么一个 target，对不对？那么你就看它是不是在这个顺序这个区间里面。If 这个 target 如果是比左边这个数要大，而且呢比右面这个数呢要小，因为它如果等的话，咱已经都 return 了，对不对？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区间再继续搜索，对不对？那我们就 return 一个，在这个区间继续搜索，那么减以，否则的话，如果它超过了这个区间，那就不在我们现在这个区间，那么就是在右边这块儿，那么我们就。大概这么个意思，然后呢，现在我们说，如果是左面那个数如果比中间那个数大，就证明它左面不行，右面是行的，对吧？那么右面是我们可以是好的一个区间，我们右面可以进来进行做 binary search。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右面这个数，如果我比它的 middle 要大。然后呢，而且这个 target 呢要小于等于这个右边这个数，那么我就可以在这儿进行二分查找。对不对？否则的话呢，我就要在它的左面进行二分查找。然后呢，如果这么做了一圈，就跟原来的一样，什么都没找出来，那么那就是证明我就找不着了。好，那我们有这么一个代码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意思，首先检查一下，然后呢最后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找到中间这个点，如果有的话就直接 return，如果没有的话，中间比这个中间左边比中间的小，然后呢如果这个数是在这个中间。对吧？然后呢，我们就走中间左边，中间减一。然后呢，否则的话就走右边，对不对？然后呢，否则的话右面是行的。如果右面是行的话，这个数在这个跟右边之间。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是从右面这样走，否则的话就是左面。然后呢，看起来是对的。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test case 拿过来啊，稍微有点窄。过拿过来，拿过来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 run 一个 test case，我们现在这是几个数？2、4、6、7个数，那么 index 是到六，对吧？那么我们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要找六这个数，那么找六的话，我们就应该 return 012，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首先找到七这个数，对吧？然后找到七这个数，然后因为左边比右边应该小，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跑到了四和七这一边。四和七这边现在就是其实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最优的情况，就你已经在正常的 binary search。那么我们现在正常的 binary search，按正理来讲应该都可以 work 的，对不对？然后呢，好，我们再接着看一下吧。到四跟七的时候，四跟七的时候呢，你再递归进来之后。比如说到了五，那么左边还是比右边小，但是起呢，因为
股市在四到五这个区间，所以说那么就跑到下一面，那么就跑到六到七这边，对不对？那跑到六到七这边，现在变成两个了，两个了之后你再二分叉到，那么一个是六跟七，那么七又不在六这边，那么七就在这儿，那它中间它变成它自己的，自己跟自己做加一下还是它自己，所以说出来就 return 的是七，那么这个是这么一个 test case，那么我们再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受六的话，我们比如说受一个一呢，在这里面也有对吧？零一二三四五，return 应该是五。那么你受一这个 case 呢，然后你一开始还是会再找到七这个数，然后呢发现是它是递增，但你不在这里面，所以说你就跑到了这么一个区间，跑到这么一个区间呢，发现又是递增，那么就变成一个正常的 binary search 对吧？然后你直接就是一就 return 了。然后呢还有一种 case 呢，就是你要找一个，比如说。找一个八，那么就 return 负一，对吧？找不到八，那么你八怎么办呢？你首先从中间搞，对吧？然后发现这个不在这里面，那么你就认为应该是在这里面。然后这在这里面呢，它这是递增的，然后你又跑到这儿，那跑到二这边，然后呢，二这边呢选来选去之后，然后还是没有，所以说你 left 加 right，然后最后就会跑到这么一个终止条件，left 会比 right 大，因为你要往它右边走。那么看起来是对的，我们来提交一下，看一下。第六行。哎，好吧，那么就是没有 call 出来最后的函数啊。41行是什么东西？好吧，没错，因为你每一个 if else 都有 return 的条件了。好了，那么这个事件复杂度呢是多少呢？就是 log n，因为我们一直是 binary search 去做。然后呢，空间复杂度呢，因为是 constant o one 的，因为我们没有用任何的 extra 空间，对吧？除非你说那个 degree 的空间，一般我们都不算。那么这个题呢，其实也很容易把它写成一个iterative 的形式，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基本上就是alpha 它导是最容易写成 iterative 的形式，就是你把 instead of 写成这个样子，你就是 left 一直不停的赋值等于什么值，对吧？然后 right 不停的赋值等于什么值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写成 iterative 还是比较简单的，这样的话至少空间复杂度就会更明确的告诉它就是一个 constant。好了，这样的话这个题就搞定了，反正这个题不是特别好想，记住就行了，记住就是 shift 一次，这都是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题，然后以后这个题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用了。好，说完了哈，拜拜。